千年烂柯，衢州有礼。5月11日，第七届衢州烂柯杯中国围棋冠军赛在被称为中国围棋之根的衢州开赛。此次比赛集中了当下最优秀的棋手，既有上届烂柯杯冠亚军得主米玉婷、柯洁，又有2018年3月公布的围棋等级分前28名的棋手，还有特邀的棋圣聂卫平和应试杯得主常昊。比赛采用单败淘汰制，他们将在这里进行为期2天的比赛，决出八强。聂卫平、常昊作为特邀棋手参赛，十分令人期待。经过猜先，聂卫平执黑先行布局，聂卫平和姜维杰下出了十分复古的中国流布局，随后姜维杰的白棋逐渐在目数上占得优势，聂卫平在抢占实控时被姜维杰点杀，只得中盘认负。另一局常昊也不敌98年的世界冠军谢尔豪，而无缘晋级16强。焦点对局中，柯洁首轮对阵李清城，经过猜先，柯洁执黑先行，第三手便点入了李清城的3-3，接下来狂捞实地，实施先捞后洗的战略。随后李清城对柯洁的几个精妙的适应手应对有误，而柯洁展现出强大的计算力，仅151手迅速获得了胜利，获得完美开局。本轮其他对局也精彩纷呈，范云若与辜子豪一个定势便引发激战，仅88手，辜子豪便屠龙获胜。在实力战将的对决中，党一飞不敌连笑，陈耀烨战胜唐伟星，两位2000年出生的棋手谢柯、廖元赫也表现出色，分别战胜陶欣然、孟泰林，成功晋级16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文评论道。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棋谱呢，是2018华为手机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第七轮的一盘主将战，由柯洁执黑对阵李世石。来为大家做讲解的呢是刘晓光九段。刘老师您好。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个柯洁和李世石老对手，对，是吧？是的。这个李世石也是柯洁他们过去啊也过很多故事吧哈，两个人比较特点的都是跟这个机器下，对吧？最早是李世石跟这个这个AlphaGo下哈，最早的第一次下啊，他们1胜3负，对吧？下了，后来柯洁也是后来跟这个升级版的 Master 下，是吧？这个两个人呢也曾经有过这个故事，说是曾经有过这个。算是打嘴仗吧，也是很友好的那种交流吧。但是那个今天呢他是在中国的围甲上又碰上。没错，实际上也是中韩的一个代表人物啊。因为李世石呢这次是代表衢州队出战的。对。然后衢州队呢就是在这一轮之前他还处于保级区，至少是。所以说呢他们需要这个主将啊，尤其是主将李世石需要大大的发挥一下，他们对他还是寄予厚望的。但是我想大家赛前肯定都看好柯洁，因为李世石毕竟从年龄上来说，从体力上来说还是要占下风一些。嗯，对，但是柯洁状态这个李世石我想跟他下他可能心中也憋着，也是就是会尽这个他的所有的权利，因为这个柯洁曾经过去有一次调侃呢，说是让李世石很不舒服。我想，大家可能也听说过也有可能是的。他说这个，说是这个李世石说我赢他的概率啊是95%。对，是的。我相信这个他不舒服。如果我听了我也不会舒服。这个虽然也是一个调侃。所以呢下这个棋你想这个他两个人绝对都是不会客气的。没错。好，咱们看实战吧。好的。这盘棋是柯洁执黑先行。执黑。然后白棋。下了个星位。对，星位。然后。还是老一套。33。对。他这个。新加33。这个也有。这个他现在是
三三，李世石来一个三三，这个可能他启发是，就是说我星位还点三三，那么干脆我走个三三。最近都流行是星位点三三嘛，是吧？现在，哎，对，黑棋手个角，这个、对，他这个手角的方向也挺有意思的。一般我们觉得这种棋总是往外面守，好像多见一点，至少啊、但是究竟是这个好还是这个好？哎，不，现在是该白棋、白棋，白棋，白棋是守了一个，有点乱了。对，白棋守了一个，白棋守了一个小飞角，对对对，先守。然后黑棋守了一个小飞角。哎，倒是说这个时候白棋点三三也很多，对对对，但是那个好像好多人都二连星的时候点。哎，现在呢，他是来了一个自己先守一个，哎，这李世石对、黑棋来也守一个。他守的往回守、现在这个布局啊，这有跟过去的理论有点不一样。是的，现在这个出现了这个电脑、这个 AI 的给我们指导啊、哎呀，这个中间有很多理论都要重新修正。这个过去这么早点三三都不下的，现在全部当成这个定式了。定式了，哎，现在他守了个角啊，不按定式走，他也来守个角。对，他要走这个，可能还担心他点三三呢。好，这个先不说了，现在先看看他们后面的。现在在这儿翘一个，这个也是过去的老定式。这60年代那个时候，日本是流行的，就是三三往上一翘，走这种定式很多，现在都不怎么下了。那我觉得三三，如果说走三三的这一方自己要往外扩张，其实是件挺费劲的事儿。其实这个都你说这两个好，那两个好都很难说。对，就说不上好坏。现在这个流行啊。哎，这个都是，这个比较多见。对，现在二五清分下特别多。二五清分很多很多，也是受这个 AlphaGo 的启发吗、也是 AI 的招是吗？也是招，我觉得就是说意思就是一般了。白棋是想要靠住。对，靠他可能是这个。他现在就挖进来了。都有可能。哦。然后你说走这个，他走这个。是。然后这个。反正也有，然后拆一个，这个、拆三。也有说就是。这样的棋形黑棋直接就打飞，如果逼住的话他就挖进去、假如说这边虎呢他就往这边拆，也有这个啊，也有这样，还有这个，还有这个，对，就反正就这意思、往这边拆一个啊。这理论现在多种多样啊、很多。来，这个呢就是下一步有挖的问题。那么现在他是走的这个。刚才你那个摆的招数是有这个参考图。反正大家都是这么说的。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个是吧，白棋逼住，就是这个。当然，这个时候靠也是有的。哦，靠这个。这也是一个电子招，是吧？你搬了他连搬。对对。这个也是一招，这样长是吧？如果你搬他长走这个，他还这个。这都是现代的一种布局的很多的这个套路。那么现在走这个，应该说也是一种吧？他补了。你说这个棋，你和这个比起来，当然是黑棋好多了，是吧？但是这样的话，当然也是一种。但是接下来这个角，黑棋也是依然可以跳啊，对对对，或者可以怎么样？以后这个逼住也有点鲜味了。区别是，对，区别不是很大，但是就是说也是一种下法。这还是看后面的一个操作怎么运用啊。现在他是走的什么呢？现在就。白棋走到这儿，他也下也来了一个二五清分，中间这么宽，他不往这儿走，直接往那个二路清分。现在黑棋是走的这个，他靠住了，靠住了。你刚才说的这个呢，他肯定是要虎了，没错。现在就是说这个是比较普通了，这个很多。挖进去的话，现在黑棋大概会肯定是要吃，肯定要先把它留下。对对对，大概是这个老定式了，应该是这样。对，然后爬。对，好一长，然后白棋打，对，然后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加，他会冲，那他可能是贴一个，就打了贴起来，打了贴是吧？对，可能是这样。这个白棋的配合还可以，虽然说局部这木稍损一些，应该是这样。这个呢，你如果拐，他就分头，你如果走这个呢，他飞一个，这也是一盘棋，没错，这是一盘棋，可以考虑的一盘棋的布局。但是这个棋呢，白棋没有往这么没有继续往前挖，没有这么下，这个要走下来可能就是这样的大概一个套路。对，我觉得白棋配置那样下的话也不错，刘老师。你觉得白棋吗？我觉得白棋的配置不错，不错，虽然说局部可能亏一些木。对，
这定势主要还是要看配置。对，但是实战呢，白棋是飞了一个，他觉得这一下走着一下呢，就让他留一个挖，然后我将来再考虑是不是要挖进去的问题。但是这个飞如果对这个特别有进攻的话，这个飞当然很厉害。嗯，但是现在给黑棋走这个的话，这个变得大了，因为这两步棋本来它尖，这两步棋是损的。嗯，白棋损了。哎，如果不走的话，其实是说，这被黑棋补了一个，这两个反而损了。是，这脚上的所有的味道都没有了。现在这个脚已经确实了。但是这样一来呢，就是说黑棋速度会慢一些。对，因为如果说直接飞的话，黑棋肯定不会尖着耳朵。嗯，所以呢，白棋是下成这样了。实战就是这么，黑棋当然是马上，你既然不挖嘛，走。其实那个挖呢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进行，白棋并不坏。嗯，现在白棋是选择李世石选择的这个，拆三。哎，对，他选择了一个这个下法。这个下法，你说，那就是对这个经营要对这个比较自信，但是我是下这个白棋啊，觉得自信不是很足，因为那个让黑棋这个变厚了。好，下面就是变成了就是黑棋开怎么样在这一带走棋的。怎么样进入白阵，然后这个地方如果再让人家走一个就比较费劲，他是走这儿。哎，这个棋呢就是说比较有意思了。这个棋呢他瞄着还靠断。对，好，白棋我想对拖一个都要拖，不走别的你被他跳下去是个很大，是总是要走这个，一般总是要拖过的。对，然后黑棋靠一个，靠一个，如果走这个是不是比较好走这个。走完了之后呢，这个接下来这儿有个靠，然后这儿有个靠。对，是吧？你现在白棋走什么呢？你如果走这个他可能还噎着一个，还要挤一下，挤一下，这个是比较那什么的，比较有意思，在这里面来掏他的空，掏的空，白棋走什么呢？接上吧，接上。那为了不让您再靠一下，这个棋接上呢，黑棋你看他这个粘有先手，然后呢他就下法就好像黑棋处理的方法很多，随便这样唬一个，好像都可以考虑。他还是想靠断。靠这个，对，靠断。他靠断之前呢，他比如说他在这儿来尝一下，对，尝一下。你如果粘上，再靠断就可以成立了。对，成立了。嗯，这样的话应该说黑棋可粘，黑棋可以粘了，这样比较好，蒸不掉是吧？没错。这样比较有味道，是吧？你比如说你尝一个，他再往跳一个，是吧？对。可以下。那么实战。我们看看啊，实战它单靠，它是单靠，单靠当然也可以，单靠它是不会搬了，搬完它就单退了。这个也是差不了太多，但是这个棋呢就是说也算利用着了啊，不走被搬它受不了是吧？两挖也受不了，它是走的它是挖战，挖战对，然后再靠断，这个是黑棋的既定方针。没错，那个地方，几招下完之后便宜了之后，他算引征了。这个地方跨段呢，是难免两个人在这里就不可避免的要站一下了。我觉得柯洁的这个掏人家空还是很有一套的，这个很有一套。两个人都是善战的，是，在这个地方都是有感觉的。嗯，这个靠段呢，好像他不会或是轻易的，比如说这一类的走。我觉得这个靠段呢是。这个地方是有战绩的，尝一个，对，因为它挣不掉了，只有这样尝。对啊，下面就是黑棋的选择了，黑棋选择，它实战是贴的，好像，这可以跳一个，好像跳一个是不是也可以，或者压一个，跳一个吧。您觉得跳一个？跳一个可以考虑，跳一个白棋，这个跳是它的先手，对吧？然后如果冲，它就尝了。这好像白棋很难办嘛，被人尝了怎么办呢？接下来，然后白棋是吧？对啊，这如果说打完了尝，这怎么收拾？我不知道他怎么再来一下吧，再来一下，尝尝对。这个下面白棋是爬一个，就很难下呀，就觉得爬一个对，可能是爬一个是不是可以扳住他？不，尝一个，就尝是吧？扳了被他打过来，说要打死了，这样这样，是不是也是
也一盘棋吧，是这样吗？这样我觉得黑棋挺满意了，已经把它都压缩到三路了。嗯，就接下来还可以长或者和还可以贴这个，是不是可以考虑？是的，嗯，这样就大概就是这样啊。嗯，哎，下面这个白棋是没有，应该是这样吧？嗯，你如果是不是觉得跳一个比那个实战更好？跳一个，我觉得是可下。对，因为跳完了，假如说白棋往这边走的话，假如这样。那他压一个他受不了，可以压吗？压一个白棋又不知道该怎么搬了。对，而且他不能搬了会断。是啊，嗯，如果你跳这个，这那很愉快啊，下了，嗯，挖粘，嗯，这个大概是压这个，我觉得压一个，那黑棋也压压一个，对对对，他如果搬的话，搬的话长一个也行，嗯嗯，是这样吧？对。我在想能不能断呢，断一个啊，对，断了他打了爬的话，我就拐打。对，这好像下的挺愉快的，就也可以啊。嗯、对，这个棋应该是可以的。这黑棋应该可以把自己处理的好一些、嗯，我觉得。是，嗯，下面他实战啊，实战他贴一个柯洁贴的，嗯，这个也很有力量。他说你如果搬，我会跳一个。嗯，哎，这个凑的味道，这样的话是可占。嗯，但是白棋没有这么凑，它是长的，是吧？嗯，长的。嗯，它是长，它小尖了一个吧？啊，它是长的话被它跳，它是不是觉得？如果这样，挡住，断掉。断掉，它可能跳一个。嗯，把那个吃掉。那黑棋挺愉快的，我觉得。你觉得可以吗？这是不是可以？还可以断打？不，还是这样吧。算了吧。还是应该这样吧。然后就飞飞过来。嗯，就这样。压一个。压一个。应该是这样。这样的一盘棋啊，嗯，那压过来。这我觉得黑棋不错。你觉得黑的可以啊？嗯。好，我们看看实战。实战这个棋啊，它是走的什么呢？哎呀，这个棋他们下得很凶啊。小尖，小尖，嗯，那么黑棋长，也是应该是必然的啊，嗯，然后白棋跳一个，这个太凶了，白棋这个太凶了。本来以为他吃掉就算了吧，我觉得这个下法白棋、嗯、他吃掉那还不如刚才你那个呢，还不如那个让他跳了冲断，嗯，哎，现在这样的话，就是说白棋从这个缝里出来，应该是感觉上有点勉强。嗯，白棋啊，那被这个粘上，嗯，然后他硬着来，这好像有点太勉强了，看着怎么形状我觉得不好啊，我就觉得不太对啊，看着形状不太好啊、嗯。他当然很希望黑棋能断了，那他正好会粘一个，虎一个也行，虎一个这样，虎一个计啊，这样倒是黑棋不太好办，哎、这个不行，拐下来我就接上，接这个对。这个不可以，这个黑棋并不是太好、你看看你冲下去了，不但其实不外面不对了、这个不嗯、这个黑棋不行，他当然不会这样，那个黑棋这个时候有棋下，这样的李世石啊，这个下的有点勉强，哎、这个地方直接这么下，这个形状不对，黑棋这么长着头这么走，感觉有点着急，或者有点勉强，或者是不是欺负人也不知道，这个下法不能这么下。哦，总觉得他这用力的地方好像感觉、这个有点像我让子棋那种下法。我要跟别人让子，有时候下的无理，下的有点过，不过分不行啊，赢不了啊。是啊。那现在走成这样，黑棋我觉得有棋啊。黑棋是现在是走的这个，搬一个。他现在你不是要马上下去啊？嗯。他也不是挡，他也不是挡，他还走得更狠，他走这个。对呀、啊。这样的话，他如果说直接挡的话，他是怕人家直接挖断吗？是挖断，有可能挖断吧？是有可能挖断，因为这走着一下，这插个断点啊，这插住、啊、插不起，插一手棋啊，挖断很麻烦，很麻烦，是有挖断的，可能已经不太好办了。不管是挖断走什么，他这个棋都不太好办。他本来如果说没这一下，他可能还能扛住，是这样，对，接上，然后白棋把这个接上。这两个如果交换了，那肯定是黑棋有利，这个多一个单打。对呀、啊，那当然不好了。所以说他，他是搬的时候，黑棋搬先搬。黑棋搬这个的时候，对对对白棋跳点了。这个棋跳点也强得不得了。嗯，这个棋啊，像这么个下法是总觉得是用力过猛。对，
黑白棋用力过猛。这个时候黑棋下吧，黑棋啊，嗯，感觉上是搬在这里啊，白棋就不太舒服。嗯，怎么办？白棋，你说连扳是吧？那连扳，你要打我就粘上，你怎么走呢？这个棋，我不知道我往哪儿走。你是长还是虎啊？好像都很难办，即使打着这一下，打完了我依然不知道怎么下。这个不好办了。这样吗？不，这个是我长也不行，你这个都不，这个都不行，好，哎，都不好办了，横竖都不太对，看着对不好办，嗯，这个形状不对，我所以这个连扳的话，白棋这个棋形状我怎么觉得就崩溃的感觉，就不是不好办了，是吧？不好办，这个地方太勉强了，嗯嗯，勉强，这个尖了，连这一连串啊，就超强力的走法，哎。那这个时候呢，柯洁他没有连扳，可能他觉得现在形势对方这个下法不对，或者说他怎么下都觉得都有利，嗯，或者说他这觉得自我感觉比较良好，哎，他走的什么呢？他走的粘上，这个不对，这个棋应该说连扳是个比较常见的，或者是挖一个也可以下，挖一个，挖一个，他就跟刚才一样呗。还是那招，你走走这个，他吃这个。哦，吃这个，那下来了，你只有提了。我晕了，只有提，他把这个粘上了。那合适，就往这儿把这个子粘上，这可厉害，比从这儿挡下来厉害多了。是啊，现在白棋大概只能挡回去。哎，对，哎，这个棋呢，你可以或者长一个也行。嗯，哎，这个棋被他下来了。嗯，下来了，应该说这样的话，黑轮黑棋下。嗯，黑棋下法就多了。是吧？哪怕长一个也行。对，哎，或者怎么走这个下法就很多了。反正我觉得白棋不太好。哎，对，这样最好是扳了，嗯，他虎了，然后再挖或者怎么样啊？对，哎，那样最合适。对，你就是说，比如说扳了，你虎我可能还拐，嗯，这个地方还有挖，你可能那形状有点碎吧？对了，这个棋都不知道，只能回补一个。都怎么着了？什么他这一类的，反正这个棋并不那个。嗯嗯，他，或者是他先把这个粘了。现在实战呢，我们看实战，柯洁走的什么？他粘上，被白棋粘。嗯，他还是冲下去了。他还是看着觉得这个冲大，他可能是。哎，他总想把它破掉一边。对。嗯，但实际上这个头被白棋长啊，嗯，是很要紧的。没错，不管怎么说，这个总想先搬掉，总想先搬掉，是的，是的，这个头想抢，嗯，哎，总是要抢，嗯，那么你这个下来虽然破了目很大，还威胁他的死活，但是这个头长完之后啊，这个棋总是这个头长了，你就互相又搅在一起了，嗯，黑棋要往前走了也需要动脑筋，嗯，不能说是随随便便的往前走。没错，哎，这棋呢下到这儿的时候，长头的时候啊，嗯，这黑棋接下来这块棋如何出头啊，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对了，然后呢，虽然说你冲下去把这儿白棋的目破掉了，但并不解决根本问题。现在主要是攻防的事情啊。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给大家留点悬念吧，一会儿见。好。好，欢迎回来。我们正在为您讲解的棋局呢，是2018华为手机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第七轮的主将战，由柯洁执黑对阵李世石。刚才呢和刘老师为大家讲解到这儿，白棋刚刚长了一个。对。啊，你看起来好像是黑棋冲下去了，那冲下去只是破了几目棋，啊，并不是特别关键的地方。现在是这两边的攻防，现在是关键。对呀，啊，这个攻防是实际上现在啊，嗯，你被白棋长啊。这三颗子啊，后面呢还要交代一下，嗯，它飘在上面了，虽然是现实是破了目了，但是呢它大局失了，嗯，这个棋不管怎么说想扳头，嗯，那现在呢就不说了，过去式了，现在该黑棋怎么来处置这个，对，怎么出头，这现在倒是黑棋这个断是先手，是吧，嗯，挖粘当然被到后面打也没什么，嗯，现在如果你这么走呢也是，好像出头出的这合适吗？当然是，目前来说还能扛住。现在是冲不断了，现在有个冲断这里。这个也是普通的下法，也可以考虑，因为他暂时是冲不断我，哎，冲不断我。嗯，哎，但是他实战是就这么走的，嗯，长一个粘上。对，他是贴的，
他如果说先贴的话，是不是怕白棋先打他一下？对，他是会怕这个，他觉得会还说不定还要这样，还要扳住扳，哎，这是最狠了。哎，这个你走这个他还这样，是吧？你走这个他还这样，哎，这有点难受。哎，或者这样，是吧？你这个挺难过，所以那要先尝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形状，单飞一个是吧？单飞一个，对，这个你两头冲不断。就完了，你打我这个，我粘这个，冲不断，我用这儿有断，你冲这个我就粘住，冲不断，冲断我还断你了，是吧？这个是可以考虑的一个形。那么实战他就这么下，接上这个呢，他就是说什么呢？你搬不死我，如果搬了连搬的话，正好打出去。我这个地方有个断，哦，单断一个。哎，这个有个断，这儿有打，这儿有打，这恐怕不行。是的，是吧？这个棋呢？哎，正好是白棋不敢办，没有办法。哎，你打我还可以粘在这儿也行，这有打，这有打，没错。这个都你扑了，我也就提了，打了粘上都没关系。反正这三气棋，哎，你这一下子这外面这个段和这个扛不住，这一下就看成这样嘛。这里这里，反正是这正好是扛不住。那么现在，当然你要不连扳长的被我吼出来。也没成算，这断点太多。对，暂时是他这个能跑出来。好，那么白棋走什么呢？白棋最后来了个实战手，他是、这个、白棋单挤了一个挤气，他是把你这个给防了，断对，这我不能连扳，但是我紧一气。紧一气的话呢，这个棋那再扳就不可以了吧？不该黑棋下，对啊，我知道，肯定是对吧？黑棋普通的是应该这样，应该是这样。那这样是担心白棋从底下渡了吗？那他给这个，然后挑一个。我这个挑一个，渡的比较难看。对他这个，那就先尝嘛，把这个先尝掉。不，你那个干脆就别先别走了。如果你尝的话，那也许这两个交换了之后啊，那他再走这个也会好一点，也便宜了。再冲的话，它可以跳一个。跳了，对对对对对，大概是这样哈。你搬，我走这个。再来一下，我尝，再跳一次，跳了。这样，这样的话，我觉得黑棋这么下，可能虎在这个地方啊，以后还要断。应该说这样黑的不错，给他过去算。不错，我觉得应该这样。是的，而实战呢？实战我们看啊，他下的太狠了。或者柯洁怎么那么喜欢？连这个渡过都不给人家。对他比较财迷了。这个人家搬了爬过去，底下总共长了几目棋啊？才他可能觉得这个不光是目，还要威胁他的死活问题。那倒是，这够凶悍。这个凶悍。然后我们刚才刘老师摆的跳虎是觉得照顾大局的下法。对，跳虎的，你如果长，我再尖再冲的时候我能跳，就不一样了，是吧？这冲不着。而现在呢，这个白棋有个扳，你没有跳了。扳呢，黑棋只有一条路。那只有虎出来了。对，只有一条路。刚才这样能跳，现在它都只有这一条路。那么下面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这样，你只有这一条路了，只有这一条路。其实这样的话，这个扑还是先手，对吧？是啊。踢掉。踢掉，你成了一个。再飞吗？他飞，对，飞一个，你好像也只有一条路了。只有拐下去吗？只有一条路，好像没有别的路了。没有别的路了。对。对，只有一条路。好，我这个打先手。现在该我了，我这个看看，我大概就普通的只有这个好像。打掉吗？打掉。如果这样的话，你走那个我把它包了会怎么样？有两种选择。还有一个这个选择。选择问题。当然是这样吧，这样比较普通。这个。这个对，这个也是一办法，他把这个长掉。对，其实我也很郁闷的是，这下打不着了。这个打不着了，这下打不着了，是我很痛，对，很痛苦的一件事情。这个棋，我觉得是白棋还不管怎么说啊，把这个弃掉，对，是吧？弃掉之后呢，我中央大呀，外面比较广阔，而且这个脚也脚上以后啊，这不管怎么，这个这里面都是有味道的，是的，这有你不干净，这都是有味道的，
然后那弃掉十几目，我觉得这白棋倒是又转回来了。有的下，他们两个人好像都不在乎这个中央的事，对，转回来了。其实当然是白棋这个时候实际上还有一个变化，就是靠一个，靠这个是吧？靠一个是怎么着？不知道。靠一个，这个就有点复杂化了。靠一个不，但是我他有个团住吗？对，我不知道。但这个棋有点变化，就是不管怎么白棋来说啊，是可以考虑这样的下法、啊，它是个机会。你作为黑棋来说，你当时跳就杜绝了这个变化，对，而实战白棋也没这么选，白棋没有这么选，白棋走什么了呢？白棋下这个扳，这李世石我觉得他还是扳一个连扳那个比较痛快，是那个可能整个棋局啊就完全转了，就走中央的了，完全不同了，这是另外一种流向。现在 走这个呢，他希望是你扳我再连扳，当然了这个棋你要是都不敢动了，嗯，你走什么？我这再搬那就不一样了。但是全闷进去了，就都不对了。这个只要能打着一下就行了。哎，对、嗯，那这样的话当然是好。现在黑棋也不会走了，嗯，黑棋在这个时候跳的吧，这个时候再跳，白棋把这个粘上，粘上。但是这个棋呢，黑棋不是白棋就选了这个棋啊。嗯，不是说我觉得不如连扳那个好。嗯，虽然是活了，这个棋还跳一个，把这个弃子，刚才那个弃子其实是能卷出来啊，全局马上就改观了。现在呢，虽然这个活的，但是呢，这个让黑棋又转到上面了。我觉得这个结果黑棋还不错，不知道您觉得怎么？我觉得不错，我也觉得不错。哎，我觉得刚才白棋连扳的话、嗯，白棋可能有转机。对，没错，因为你看白棋这个木其实很软，这扳对以后一爬，这扳扳粘，对，就说这木其实很少。是啊。那么黑棋把这个唬住之后呢，这一带全部都连后了。对，现在。那黑棋扳住之后呢，这个棋呢马上又可以在这个地方会有作为了、是吧？那白棋又在想这个往这个地方走棋了，就走这个棋呢，在这分头是眼见的一步棋，对，是吧？他就是下的分头，他下的分头，那可以、也可以考虑先在这儿交换，哎，虎一个，点一个，接上，打一个，接上，再走这个、也可以考虑，或者是这个。靠上去之类的，就是说也是就有点像这样子棋了。我觉得这个好像黑棋也没有什么好想的了，我可能直接就下在那儿了。也可能啊、我肯定不能再硬了，就这有点让子棋了、就这一类的下法，当然也可以考一种手段吧。但是他实战是，他就在这分头，这是李世石啊。那么一走这个，那么拆二，应该说现在啊，全局来说啊，黑棋现在挺厚的。对，就是说你这两个还是薄，比如说他在这个地方攻一攻啊，这个棋白棋我不知道后面的手段怎么回事。是的，你比如说这样，他再这样，这个棋就一定你在这忙着先给我做活啊，没错、是吧，先逼他一下，逼他走，看看 你要是你先交代一下怎么活，你给我怎么活，不走、不走不好意思吧，这个地方是吧，有点太过了吧、对，不走，这样可以考虑。那、你比如说你要往前走，我就跟着走，然后逼着你去活，这样是一个办法。我要是我有可能会这么选择。他呢实战是走了一个这个棋，这是柯洁，对，哎，他可能觉得形势不错了，哎，的确从那个转过来啊，黑棋得的这个木啊不是多大，又被他破了两下，是，应该说黑棋现在形势还是不错。其实我觉得中间下一个挺大的，我不知道您。中间我怎么觉得这个地方对，这大家都不 走一个怎么都没人走啊？假如那么大的地方，哎，假如就算走一个这个，对，我就加一个嘛，也很大，非常大。这走一个难道不是很大的？而且我就说这个虎也很大，啊，我都觉得这个都想这都很着急的地方，怎么都没人下呢？很奇怪，很奇怪。现在柯洁走这个，那么飞一个是常见手段，是我也不知道他尖冲一下。到底有什么内涵？那间谍对上面会有帮助，但是这两个交换，实际上，哎，我如果走的是，如果哈，我虎一个之类的，我觉得都是可选的。要我下的话，我可能考虑先加一个，先加一个。比如说跟他交换一下，他不，他有可能不走了，他有可能不走。那不走，接下来我考虑是不是要断了他？断的啊，有可能不走。他也许他怕他这个，有可能。有可能这一些是吧？哎，所以呢，他就来这尖冲，这个呢也是受这个
电脑的启发，现在电脑很多人兼充，哎，对，现最近的这个流行都是兼充，现在习惯性了。但是我觉得不是什么情况下兼充都是正确的。对，现在我就不太赞成他兼充，不太赞成，我不太赞成。你是说这个还是这个？我想，我觉得这个也挺好，这个也很好。就是如果要我下，我可能这个比较实惠一点，对对对，看得清楚。因为我是打算直接逼住他的，我为什么要兼充呢？我就奇怪。也有可能，不过我有很有可能走这个。刘老师推荐这个证。这个先攻一下再说。你看你怎么硬呢？你即使走这个，我还要打入。然后看你怎么，现在急的地方太多。他好，柯洁走这个，我们看继续看走这个之后呢，继续来飞压住他，飞住。当然这个呢，就是说，逼迫这个白棋要走棋，是吧？不走棋，我这一压一压他难受。那么白棋来个狠的，他说冲断，就要跟你战了，直接就给你冲断。好，白棋再压一个，这个呢，我不是退，我是扛住，直接顶着。顶着呢，逼迫你来给我紧着气走。这个走了，虽然走完之后呢，白棋倒是也放心了，因为原来你有跳没活的问题，现在他走这个呢，白棋也就说我也活透了。是的。但是这黑棋往这一跳，顺势把这个补上。应该说现在还是黑的好。应该说黑的好，是吧？他是采用这个办法呢，他是逼迫你来给我战斗，尝一个，对。然后他就跳了一个，他还下得挺灵活的，看着。这个跳可能就不见得跳呢。这个时候黑棋不往这边走吗？这个时候我怎么觉得还是这个或者这个，或者这个也可以。为什么要跳呢？因为跳完之后啊，这个脚干净了吗？也不太干净，我觉得。常规手段是先试一下，是啊，先拖他一下。哎，对，试一下。你敢不敢尝着吃我？里面的味道很多。是的。哎，来搞一个借用。哎，这个棋是最常规的，走一个，多数是这个。以后呢，我再考虑断了什么，怎么来手段，对吧？你走了这个之后，我再考虑，比如说是补呢，还是走别的地方，走这个，这都是一个选择。现在他是跳的，是吧？对，这个棋我认为这个跳可能有点缓。其实刘老师刚才那个阵呢，就是想让白棋往这儿钻呢，然后就把这个脚顺势就补掉了。现在阵呢还来得及，是，我觉得就现在阵一个，就是应该赶紧阵他，阵一个，大概是这样，这样，是吧？什么冲断、跨断都不怕，没错，是吧？这样跨断根本不怕，那么你可能是往中间走。我就往前跳，这个地方总是有问题的。你不走的话，待会接你一下，你要知道怎么硬。对对，这个受不了。这个地方肯定是有问题。这个地方我怎么走你是没有两个眼的。没错。你跟着我让你去忙着活，然后顺势以后再这样，这是进攻的一种步调，是吧？是的。那么实战我们看啊，实战这个柯洁这个时候优势有的意识有点强，他是自己补了一个，这个补啊，跳了一个，这个跳补一个。我觉得不在位置，这个可能有点优势意识强了。然后白棋呢，他就走什么了？他是在这个地方跳了一个，对，这个很关键，跳了一个，这个很关键。这本来是要黑棋要正的攻击他。对了，现在黑棋再跟着走啊，可能你既然跳了的话，他走这个，我认为你还是就走这个吧，跳一个。你既然他走这个，就别再跟着他的。他是跳完之后你再来攻他呢，你有点慢一步的感觉。那你早干嘛去？对了，他现在来这个了。早先干嘛了？现在来进攻了。他觉得你跳完我再来进攻。这个时候呢，白棋呢他是选择了飞一个。其实这个飞也很大。没错。因为被他虎一个，本来这里有断。这个地方这个虎很强硬的，非常大的一步。这飞完之后他还瞄着你的一些毛病。他间接的给你联络，然后黑棋也执着的，既然走了就跟着走吧，是吧？这个既然你不理我，我的要证明我这个是有用的，跟着走。然后白棋飞这个，他呢，白棋总像是联络了，像似联络啊，这个棋其实还是没有连好，但是比较强。但是我觉得白棋这两步一下呢，就整体来说中央啊的态势就是变了，对。本来是黑棋肯定是占优的地方，毫无疑问。但是现在起码是你已经搞不清到底是谁占优了。就本来啊，这个棋啊是正在上面，你在上面。现在呢，你这里多了两个子。这两你走了这两个子，走到底下去了，让他这俩多了两个上面两个子。其实这个时候啊，是大局啊，
有点转了。对，哎，下面小、嗯，下面小，而且你上面多了子之后啊，这个毛病出来了。嗯，我们看啊，毛病出来，而且你现在冲断是不可能，现在你是想还得攻他，你不走的，哎，对，他是走的一个什么？这个地方瞄着他，是的，要冲断，是吧？嗯，哎，这个棋，白棋也走得比较狠，白棋往这边，哎，对他这个，他觉得这个靠压先手嘛，他说我这个棋形这样是正，他走得也挺狠、啊，嗯，好，靠了一个，靠了一个，搬搬一个，对，啊，顶这个地方，他现在顶先顶，这个有搬下去啊，对接住粘住，是人家肯定是强硬的粘住，他不是往这边退的。好像事后我看过一篇报道，他柯洁这里这地方他有误算，误算他看错、哦，他以为他是不能粘上的。哦，结果他粘着了。嗯、他原来如果退的，他以为他退的，对他就是很严实，结果没想到人家是粘在这儿的。对，这个棋可能是黑棋，这个也是有点强了。对，这个是不是可以考虑这个？算了，这个走后吧，这个。走这个的话，白棋对怎么办？冲过来吗？只有冲吧，冲不是冲。你如果走这个，被我是不是走这个了？对啊，这粘上那边这一块不是全进去了吗？都那走这个，走这个再吃这个。嗯，吃一个，把这个走后。嗯，这个走后还是非常重要。把这两个看清了。是的。看清算了。嗯，那两个，对，这样应该说，哎，下一步你不管是断还是跳，嗯、这面会。会很强，你的这个肯定你的白棋还得走，对，然后我比如说动这手动这手都是很有利的、嗯、对，中央比较有主动权，对，我觉得这个时候柯洁来狠的了，他顶断，他顶在这一冲，这个时候啊，那就大家就开始站了，这个的不能省，这个下来这个两个麻烦了、是的，是吧，这两个不能被这个下来啊，所以他又补回来这一招棋，哎呀，这个棋你看这三个走的太多了，这招棋是好棋，靠一个，哎呀，这个是好棋，对，是吧，这种地方李世石很敏锐，哎，他不是这个棋记着不能走这个，对，这个双着不好，是而是靠一个，嗯，逼迫，逼迫黑棋来打，然后黑棋他加一个也下来，他搬一个，好像说是柯洁好像没有看到人家可以挤，我实际上这个段我看见也可以啊，段的话他搬，对，他跳点接住，对，这个不是也没有什么，这样他这个粘先手就是粘先手，对，他可以不过这边就差很多，他可以不过这样先靠一下、啊、先靠一下，哦，先靠这个，先靠一下，你走这个那么双之后、哦，那么我再粘住这个，给他留下一个断点，这个断点是吧？应该说这样的话，黑棋也没什么。嗯，这样他搬一个呢？搬一个打一个。哦，这棋可以打住我。这样也好像没有没有什么啊。嗯，我以为只能收气，我心想这局部不是死了吗？收气，对，好像也能够成立，白棋也可以。嗯嗯，这个地方，所以黑棋作战呢？可能是有点太着急了，中间的这个靠段呢有点过头了。嗯，好，那么挤一下，他实战挤一下，这个挤一下就是说黑棋没有什么特别的手段，他挤一个可能也他也误算了啊。嗯，这个白棋被人家挤过了之后他没招了，没招了发现、哦、好，那么他是这个地方只有打呀，没有第二手啊，打吃，要不然棋筋被吃通了肯定不行、啊、对呀、啊、他单长一个，单长，对，然后白棋在这个地方先冲一下，白棋冲了一下，他是退的，他一挡如果被打掉那个不行，是吧，然后他靠一个，靠一个，对、嗯、然后冲我这个走，这个不能断呢，他就吃通了，没错，他压了一个，那我这一搬是吧，嗯，他对这有个吃通啊，对，跳长一个，这儿有吃通，他只能补啊、嗯，他补的是这个，对，还不是双，他是这个，是，啊，双一个可能还，然后这地方，这个地方有棋，白棋下的很愉快，他可以冲这个，不，他现在是，嗯，这个，你说吃这个没啥，吃这个这两个不要了，他有一个冲这个，冲这个，他冲完了断，这个断呢，就是说你现在我如果吃这个来不及了，是吧？嗯。这边全死了，对，如果吃这个
这个他这个不要了，对，这个死了打，是的，这个死了打，嗯，这个不能丢，嗯，所以呢，这个棋还不能打这个，对吧？是这样，对，是这样的棋。现在怎么办？如果这么冲下来被他吃两个，也没啥用。他只能很痛苦的把两个棋筋被他吃，你吃这个，他提了这个，这个下面一点棋没有，棋筋吃通了。对。我粘一下。粘这个，嗯，我这个也忘了打了力了哈。对。哎，那个也差不了太多。嗯。他尝一个。他尝一个。这个棋断了之后啊，被他一扳呢，这个棋杀不掉白棋。没错，他这挤还先手。哎，杀不掉，这个棋是没有办法的。哎，这个紧着棋，它有眼位，没错，死不掉，所以呢，你这个只能退，被它连回来。这个时候啊，就是黑棋失败了。那确实失败。哎，你攻到这个白棋没有事情，嗯，这个攻半天连回去了，连回家了，你得到什么呢？没有什么。嗯，哎，白棋这个地方通过进攻呢，藏在这里，你这个三个基本上快死了。对，哎，这个棋就是说下到这个时候啊，黑棋一无所获，而你最多是得到了一个这个，毫无意义。对，本来觉得黑棋挺好下的棋，黑棋进攻的话，那随便找点便宜，已经白棋很惨了。对，那个时候是顺风满帆，不要跳这个的时候，嗯，进攻的话，那个怎么着都不会走成这样的结果。嗯，现在这样的话就现在就已经都晚了，因为什么呢？你现在得到的太小。对，现在怎么办呢？这个时候。这个只能是最后要拼搏了，拼搏，这再不拼搏这棋要输了。对，这个棋本来你在这儿双一个可能还好点呢，现在这个棋在这儿，哎，白棋尖的，嗯，白棋当然走这个已经把三个给吃住了，但是他还看着底下那个，哎，对，他粘这个呢更狠，他这个下法很狠，你如果走这个他还能挖呢，他是冲的，对，挡住，挡住击打，对，击打，当然他希望是你粘上我虎上，这个棋倒是还能够行，对，因为呢你紧着气呢，嗯，这一虎就死了，长这个特别狠，李世石最后一击啊，一点不放松，他觉得这个地方这个劫啊，他根本就不担心你跟他打。现在不是，啊，现在这个我不但吃到三个，你通过打击你自身的安全还是个问题，嗯，他不怕劫，因为他都厚了，你看他是白棋成了一个铁厚。是的，他没有什么，你这个地方你有点劫，但是他本身他也有劫财，是，嗯，黑棋小尖，尖好，一点不让，挤住，挤这个棋呢，把你所有的棋都要留下，挤这个棋呢，你就没有办法，嗯，因为你这个粘我能唬住，没错，你这个打我能粘住，气不够，气不够，粘上我还能吃，对，嗯，这个棋黑棋的没有办法，是你如果你只能靠这个打劫来给我撑，嗯，打这个劫我又不怕。所以这个棋啊，黑白棋一点不让啊，让黑棋头大，他这打劫，只有打劫了，只有一条路。但是问题在于这个劫啊，它也并不是很容易打，劫财也是有限。嗯，那他扑一个是劫，他点啊，他点一个是劫啊，点一个也是劫，对，那个脚不能，对，搬一个是劫，然后再提过来，是吧？他扑可以扑是个劫，是吧？他提掉，提掉，再提回来，那么打一下是先手。不打这个是先手，黑棋打吃，对，再提回来，对，他白棋粘一个也是先手，又是劫财，对，再提回来。那么黑棋这个时候劫财在哪里？黑棋打了一个，打这个时候本来是一个很大的劫财，但问题在于白棋粘上了之后，他如果提啊，如果把这个提了，那一点，点，因为你这个扳已经来不及了，我打吃一拐，你黑棋死，你只能走这个，走这个他一扳，是吧？只能扳一个，再一打吃，打吃。这又成一个劫了，这打劫杀成不是黑棋再走还是打劫杀啊？就是说他还不能粘上，他只能团打。不，现在就是白棋脱先了，还是打劫？就黑棋是两手劫，两手劫，嗯，所以黑棋有点惨。这个他不敢提，这个，所以还不敢提这个。他是走什么？搬一个提掉。对，这个如果挡一个，可能你如果挡啊，他有点变化。嗯至少有点看不清了。不，再走可能就是个锦旗劫了，就不是两手劫了。哦，好，那么这一点便宜就给黑棋了。对，黑棋长了一个，长了被他挖走掉，打吃他能粘住是吧？飞了一个，飞一个，对，他是顶掉了，顶了是先手要个便宜。嗯，黑棋也没有吃两个，他就退了。嗯，对，现在白棋走断打，断打是，按理说这个时候。
这个棋应该打掉。对，正常是应该打掉的。打掉，对，应该打掉你这个棋，他就再走收官。但是这个棋不够了，是吧？黑棋他把这个冲掉，冲是吧？实战是这么下的啊。然后不，他搬，搬一下收官，对，搬粘，哎，这收官了。但是因为你没打掉啊，下法不一样。他搬了一个，他搬，对，他搬这个，他粘上，这他的先手啊，一路先手。结果他还尖进去。对，这个是你没打掉，他尖呢就不一样。现在再打就来不及了，这已经不行了。那走这个，吃来不及了。他本来以为他这样是不行的，结果发现这个中间啊，白棋有一个恰的妙手。他走这个，一个，然后他提掉，对，他还把这个虎掉，他把这个挤掉，对，这是先手，这个虎掉，对，走这个，然后这中间一挤啊，这块棋黑棋要死了。黑棋因为你吃这个这儿有吃，你走这个他这儿一吃，你不是眼，但他的眼不行，他是吃的这个，吃他就粘住。比较狠，然后虎一个冲吃，哦，他是棋打，棋打，切住，他把这个断了，对，冲过来，断住，断掉，黑棋提了一个，对对对，这个劫呢应该是，是吧？点，对，粘住，接住，再提过来，他把这个提了，他断打，断打，粘住，接上。打底下，他先挤了一个。他不，他提也行。他单提的话好像也不行。哎，不行，这都不行。这是这样下的啊。他最后是打吃了一下。打吃粘上。你看这劫实在是打不过。啊，这个劫是黑棋肯定打不过白棋，然后白棋本身还有这有两个劫啊。他劫才不够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认输了。没错，这盘棋最后结果是。直白的李世石之中盘战胜了柯洁，应该说柯洁还是很可惜的，我觉得很多可以下的地方。前面是下的比较勉强李世石，但是后面这个后半盘完全就在李世石表演了。没错，是这样。他也可能优势一时强了。确实有点下的有点畏缩了，就是该攻的地方没有出手攻击他啊，比较可惜吧。好，那我们的讲解呢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